那这一章呢，我们要介绍 IO， 什么叫 IO？ 就是数字，对不对？我们希望就是说，我们从外接把资料给电脑，或者电脑把算出来结果，这个输出了。那最常见的输出的装置，比如说 keyboard， 对不对？是不是每天都会 keyboard？ 还有什么 mouse？ 哦，那个滑鼠也是输入，然后再来什么？各位的这一个字体，对不对？也是输入。哦，所以有些资料要从 mouse， 比如你 mouse 一点，对不对？它一点它就收到一个信号，所以这就是输入。哦，或者是你 keyboard 要打一些字进去，对不对？哦，那它这个就是输入的时候。好，那 output 呢？比如说你的荧光幕，啊，你从荧光幕可以看到东西，对不对？哎，这是一种输出。再来 printer， 也是印表厂出来。啊，现在最多的就是 laser printer， 啊 ，laser printer。现在喷墨印表大概也都快没市场。啊，因为这个 laser表机太便宜。啊，以前 laser表机呢，一台要2-3万块。啊。那时候喷墨大概几千块就有，啊，所以很多人买喷墨，尤其家用，都是买喷墨，因为那便宜。但是喷墨有一个坏处，就是第一个坏，第二个那墨水会蒸发掉，啊，会干掉，啊，就不太好用。然后第三个呢比较粗糙，因为你一毛一分钱就一分货，有时候你在印呢，因为我也时常以前也是用喷墨，那印不了几下那纸就歪了，他们就卡纸，或每天都尤其夏天哦。每次修那个印表机都热烈的满头大汗，对不对？就还没印就已经这个就不火。那通常雷声表机比较对，好，所以雷声表，好，那也是一种输出功能，对。然后再来这种磁碟机，那也是可以当做输出功能，啊。所以我们希望就是说，哎，我这部电脑可以外接跟外界连通。那外界的装置就有输入装置、输出装置。那有些装置是兼输入跟输出装置，对，像比如说这个磁力，啊，也可以当做输入，也可以当做输出。好，那为什么我们要介绍这种输入输出装置？因为它的存取方式跟 memory 不一样。你看我们在介绍 memory， 我们没有去管它什么输入要怎么样，输出要怎么样，对不对？我们在介绍 memory 说，你现在从 memory 里面拿一个资料出来，你怎么办？我就把 address 放到 MAR 了，对不对？然后我们就讲了，过了一段时间，这个 memory 就会把资料放到 NDR， 然后呢，这是电脑这里从 NDR 把资料挂进去放到这里，对不对？你看我们有加一个代表资料，过了一段时间，那就 memory 来讲的话。这一段时间，第一个是可以一起，也就是我们英文名叫 deterministic， 啊 ，deterministic， 就是你的这个行为是被计算的，所以你一直都是按照这个行为在做事，啊，就好像比如说 A。你可以观察我，比如 MAR trace 就跟 MAR trace 一样，每天看我几点起来，差不多就是那个时间。好，那有些人可能玩我20分钟，或者找我20分钟，啊，这个我们叫提醒机。那只要有一个人是今天6点起床，明天10点起床，啊，后天3点起床，大后天睡到晚餐的时候起床，对不对？你根本没有办法他一起，那这叫懒惰型的。好。那这种人就很适合这个做生意，因为你要做生意，全球这个时区都要到处去乱跑，哦，所以像我就不能做生意。我要去美国去开个会，糟糕，时差问题就来了，哦，所以我要在美国，那我待一个礼拜，我才会调整那个时差。但是那一个礼拜，我就调回来开始可以睡觉以后，哇，开会结束了，所以我又要从美国回到台湾，又要台湾的时差。所以我要换一个影棒，在台湾再保持到台湾，啊，所以我很少去那个时差比较大的地方，啊，去开会去，我大部分都是在这东南亚，因为东南亚你看时差在调差，大概差1个小时，
两个省，哦，像新加坡，然后呢最大的四个省还可以忍受，哦，那像日本就一个省，哦，好，那这种就是要请求意思，就你的行为哈，是非常一致性。那 memory 呢，它本身就是一个需求的，就是我送一个 MA 说我要抓你这个位置的资料，然后这个 memory 呢会在几 nanosecond 里面，它就一定会改变，会把资料放在里面。所以我这个 CPU 这个电脑只要去间隔那一段时间，我去 NP 要抓资料，一定抓得到。好，所以这种我们叫底层，所以我们不需要去说，哎，去考虑到说要怎样去抓取这个 memory 里面的资料，不需要。然后我送 MAR 过去，然后间隔那个几个 nanosecond， 我就从 NP 要抓资料，它就是在那里面。啊，但是其他的 IO 就不是这样，其他的比如说 hard disk， 啊，其他的 disk 就不是这样，或者是 printer。那比如你一个电脑，你今天这个电脑买来，你要说，哎呦，我装一个 printer， 这个 printer 呢是这个每印一个字是0.01秒，啊。所以好，我算了很准哦，只要0.01秒送过去，然后下一个字再经过0.01秒再送，哎，但是问题是 printer 的会老化，今天是0.01秒，过了两个月以后它变成0.015秒，对不对？它才可以把一个字印出来。结果你0.01秒就送下一个字，哇，上面一个字还没印完呢，好，所以那个你要印出来的东西呢，就乱掉。或者说，比如说你今天，啊，一个 printer， 你买了一个比较差的 printer， 0.01秒才印一个字。那过了两个月，你有钱了，你买了一个更快的 printer， 啊，是0.001秒就印一个字。结果你看，你买了一个这么快的这 printer 也没用，因为你电脑已经固定设定它是每0.01秒算一个字的 printer， 对不对？好，啊，所以。你的这个 printer 就是 IO 就是这种，那 memory 绝对不可能满足的。假如你今天你的 memory， 哦，由这个五个 nanosecond， 然后慢的变成十个 nanosecond， 我想你的系统就是挂掉，哦，它就会你的整个程式空间就受限，那所以你就要赶快叫那个电脑。他就会自动会跟你讲，啊，你的 memory 很大的啦，他们换新，哈哈，他一定会告诉你，啊，但是 IO 我们不希望这样，啊，因为 IO 比如说我一个 printer， 就我用了5年，用了10年，对不对？它速度一定会变慢的，就跟老人一样，速度会变慢。但是这种变慢，我们希望你这个电脑还是可以去变东西，啊。那所以我们在跟 IO 外面的 IO 电脑跟外面的 IO 做联合，就跟电脑跟 memory 做联合的方式是一样。好，电脑跟 memory 做联合就是几个意思，就算准，你就是五个 nanosecond 资料 memory 一定会不一样。那对于 printer 这些东西的话，我就不是用这种方式，我送你一笔资料出去，好。那我就必须要一直侦测那个 printer 它是不是印完了，我送给他的字是不是印完了，假如印完了我才送下去，哦，那所以你看说我们不能说哎去用算了，对不对？说0.01秒就送下一个给你，来，不能用这种方式，那理由就我刚刚讲，所以我们就用什么方式，就是我送一个字出去以后我就去侦测，哎，你印完了没有，好，印完了以后我再送下一个字，好，啊，再侦测看看你印完了没有，印完了以后我再送下一个。所以在这一个这一些 printer 或者是 monitor 或者 keyboard， 好，尤其 keyboard 对不对？每一个人敲的速度都不一样，然后电脑怎么知道这个？不可能知道说你什么时候要敲一个字，对吧？也不可能用那个 memory 的关系，好。那所以我们就要怎么样？比如这里是一个 printer， 那我们就 printer 这里就要有一个
Redis， 这个 Redis 我们叫做，主要是 printer， 我们叫做这本书叫做 DS 啊 ，Display D 的 Display 啊，它 S 呢就 Status Display Status Redis。那这一个里面呢，就是有一个 bin。假如这个 printer 好，现在已经有空，那这个 bit 呢就会进去。假如他现在没空，他现在正在印，还没有印完，那这个 bit 就有了。啊，然后这边还有一个 register， 这个 DDR，Display Data Register。所以当我侦测到电脑侦测到这一个 bit 不点 S1， 但是他说哦，这个 printer 现在有空，对不对？那我就把资料，下一个要印的这个资料，放到这个 DDR， 并且把这个 DSR 这个 bit 变成点，然后设定成，对不对？那比如说这个 printer 很慢，它需要0.5秒才会把这个输入出来，所以这个连呢，就一直维持连。那比如说我现在，这个电脑送了一个字给他印了，然后我在0.1秒，我就需要送下一个字，那我必须要什么？先蹲蹲到这个字，是一秒。只要他还是连，我就知道，哇，前面那个字还没印完，所以我现在要送，不能送。好，那意思要等到这个变成一，我才知道说，哦，前面那个字印完，所以我现在可以送下一个字。好，那我们刚刚讲说，电脑只要送一个字给它印出来，它一定会把资料放到 DDR， 然后把这个 bit 由一变成零。那什么时候这个 bit 会由零变成一？就当这个 printer 把这个字印完、印出来了以后，这个 printer 里面有一个电子键，它会自己把这个显示。好，所以当 printer 印完的啊，零作为一是 printer 的事情 ，printer 要做的事情。好，然后当我电脑送一笔资料给 printer 印，我把这个 state register 这个一变成零，这是电脑，因为我送给你，对不对？那我送给你，那我就把这个一变成零。好，然后当这个电脑把这个字印完了以后，哎，他就把这个这个 printer 把这个字印完了以后，他就把这个一把它设为，把这个零设为一，所以电脑是把一设为零 ，printer 是印完了以后把零设为一，那代表说哦，我已经印完了，我可以在这里做下一步，这样 OK 吗？所以任何一个 I/O 几乎它的装跟连接都是，啊，那你只要 keyboard， 好 ，keyboard 是一样，好。Keyboard 好，这边它有一样是 KSR Keyboard Status Register， 然后这边呢有一个 Keyboard Data Register。好，所以所有的 I/O 装置，因为它的速度不一样，所以你必须要有一个这样的 Status Register， 去让电脑侦测说它什么时候可以把资料送。那这种我们叫做非同步，非同步。Synchron， 所以有时候你们会看到这些东西。Synchron 的时间啊，对，我们两个是不同步的。那 memory 跟 CPU 是同步的。啊，我只要送出去，然后每隔5个年又再一个，我知道明天在哪边。所以那个我不必去侦测说你到底有没有资料有没有抓住，不必。啊，因为我们两个是同步，只要你5个年又再一个，我知道资料就在哪，所以我们两个是。好，要让你在同步一样，就是大家角度都很准确。但是这一个呢 ，I/O 就不见得准确。啊，因为有些 printer 那种通常都比起那种来讲，那种品质差很多。所以你有可能这个字印出来是0.1，下个字印出来可能是0.16，再下个字印出来可能是0.15，它会有变化。啊，所以它没有办法同步。那怎么样同步？就是靠这个 state of the。哦，就是靠这个 state register 才知道说啊什么时候可以，啊什么时候不行。好。
所以各位就知道是这样，对不对？好，那这种你假如用这种方式来做，你一定要去检查这个。那检查的方，就是说我怎么样跟 IO 联络？除了有 sensor 之外，那我联络的方法还有两种，还有两种。那这两种呢，我先用一个例子，你是有用的。啊，比如说你今天是一个总经理，好，那你希望下面的一个人去帮你做事情，下面很多人帮你做事情，对吧？那你今天比如说要买高铁的车票，好，比如你现在要买高铁车票，哎，高铁车票以后你要去高铁的车站搭火车，下面一步要做，对吧？那你就叫哎张三，你去跟我这个到高铁去买车票。那结果呢？你要等到张三去帮你买完了以后，你才可以去高铁坐火车，对不对？高铁车站坐完，才可以坐交通。结果你叫张三去买车票以后，这个张三就相当于坐火车，好、哦，他说是，是吗？结果你这个总经理呢，可以有两种做法，一种做法就是说，当你说张三去买车票以后，甚至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对不对？所以呢，你就每隔一秒钟，就是张三。对不对？张三没有回应吗？叫他没有回来。再下一秒呢？张三，哎，他还是没有回来。那你这样一直喊，好，一直喊，他一直喊，喊到他回来的时候，他说：“哦，在。”你就叫他，收掉方法，对不对？这是一种做法。好，那你就相当于 CPU 电脑，那个张三就相当于 CPU。所以你就要再拿一个字给他印，他印完了没有。要一直去检查，一直去检查。那第二种方法就是什么？你就告诉他，张三，你先买车票，买回来以后通知我。好，那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叫醒我。那买回来以后叫醒我。好，所以你这个总经理就不需要每隔一秒钟叫张三，对不对？你就说张三，你先买车票。好，他买回来以后叫醒我。好，然后你就做什么？然后呢，张三呢，等到他买完车票回来以后，他就进来叫。好，那这种叫醒的动作，就说一个动作。所以我们叫做 interrupt driven 跟 IO， 就是我叫他。那假如我们是用在 printer 上面，你怎么样？啊，你说，哎 ，printer， 我现在有一个字哦，你帮我印，印完了以后通知我一下，这样子。那这种叫什么？就是中断，就是我现在我叫大家做一件事情，然后我就做别的事，好，他说你做完以后你再中断，你现在做不行。那前面那一种呢，叫做 polling phase， 还有。所谓 polling 就是什么呀？就是征询他，就是征询。啊，张三，你买好了吗？张三，你买好了吗？这样，这样一直征询。好，那假如你的 IO， 那不管这两种都需要之类的问题，哦，都要有一些其他的辅助。啊，假如你用 polling base 的话，你不需要什么其他的硬体。方法，那你就写一个程式，就是一直录，去叫张三，好，所以他用软体解决就好。但是问题呢，这个 CPU 这个电脑就什么事都不能做，好，但是光是一个程式一直在那，张三，这样，好，所以这个非常没有效率，它叫 CPU， 你叫回的印一个字，结果你这个 CPU 比那 printer 还大，为什么？因为你是问他嘛，对不对？那 printer 根本没事，对不对？那变成，所以换句话说，变成你总经理变得好像是下属一样，对吧？好，那这个总经理大概干一天就不会再，你不会再当第二天，对吧？你们想一想，怎么干总经理怎么这么窝囊，对吧？好，所以你想用 polling base， 你这个 CPU 就很麻，就很麻，一直在问那个装装，好。但是呢，你只要用软体做，啊，要写一个很简单的，
好，那你假如是赢的话，嘴稳就不输，对不对？好，为什么？因为他张三票买回来以后，你在做别的事，对不对？好，那你在做别的事，你怎么样引起那个总经理的注意？那现在就变成在足球那方一个神奇了，你怎么样去interlock 他，去中断他？所以你要有一个中断，要有一个中断。那这个中断的机制，你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为什么？因为你可能一下子交代很多事情，对不对？因为我交代张三做，然后我就可以去做其他事情。我可能其他事情又要交代你去做，所以是不是一下子我很多人都被我分派工作？那这些人做完了都会中断我，对不对？那我是不是要有一个机制，是哪一个人优先？比如这两个人同时都做，他同时都要中断我，那我要有一个优先的机制，判别看谁先。一些优先的，所以叫做 priority。那这些 priority 都必须要有一定的哦。那我们不要管那么多，因为这个以后多一点有兴趣的话，就是做一些啊、哦。所以我们今天我们这一个第八章要介绍，主要不是在介绍教学，因为这一个必须要配合很多很多，包括硬体跟。特殊的关系，他说这整个核心就是所谓的 driver。各位，他说，哎呀，你现在 printer 是要装一个 driver 是吧？驱动器对吧？你可不可以买一个 printer， 然后你要接头一插，然后它是可以的，不行，它不能用。你必须要安装那个驱动器，驱动器要做什么？要做。哦，你 CPU 说，哎 ，printer， 哦，马上运出来。事实上，你让发到事件给这个管理。好，那这个管理委就真的是把一个用完以后，这个管理委就 interlock 这个 GP。好，那假如你有很多建工作的话，哎，这些工作怎么样排进这个工作来进行工作？所以这个整个是管理委的事。那尤其你讲的是硬碟，你要控制硬碟呢？对不对？比如你看，我稍微引资料到硬碟，它硬碟有那么久，所以你必须要知道，哦，我要放在第几圈，啊，第几圈的第几个 sector， 那它必须要去启动，那所有必须启动那个部件码，啊，那部件码拿去把那个图解图去移到适当的地方，到达那个位置才真正把它组过去，这个非常非常复杂，所以控制值连续哦，那个控制线上是几十种。哦，那个非常非常复杂的东西，所以假如我们一个城市设计师，每个人都要去写那个跟磁碟机那个存取资料的那个程式的话，那我真的没有人会来写的时候要怎么写，因为都写出来，光是一个硬盘就把它搞出来。哦，所以现在厂商都说，啊，这么复杂的 I/O 动作就把它写出来，所以你只要买一个 driver。哦，那现在我们双方都不用，现在很多都是 public domain 的啊，就是下载，它不是下载，各位最厉害的是破解，对不对？把它破解了以后就抓出来就用，哦，只要你不要被抓到就好，哦，那就是你要装出来的。那这个专业我就是，哎，他帮你做，就是那些 I O 的工作，所以你要下一个指令，做 I O， 好，这专业我就帮你做，做完了以后，然后他再产生。那产生一的话，整个是你要什么事？作为什么事？作为系统，作为系统自然会接受这个工作，它自然会把你的程式继续执行。这些东西都是作为系统。好，好，所以我们大概知道这样。然后我们下个礼拜再来介绍这个。来，那我们这一章我们不介绍这个，我们介绍这个。就你怎么样写一个软体来做 Core Base 的？好。那，啊，当然这个做出来不高的，这个我跟你讲说，你假如是当这个总经理，你当然不会当，哦，但是我们现在试着当这种很不好当的总经理看看，好，啊，等到你以后你有兴趣，你再去当高级的总经理，好，哦，这样 OK 吗？好，我们今天就介绍了这个，好，哦，这个新的课程我们就介绍了。